哎，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！嗯，有人要来慰问咱们了。慰问我们？对啊，我在网上看到啊，有人要慰问疗养院，我就替大家报名了。啊！而且慰问团说，不光会给大家带来温暖，还会带很多慰问品来看望大家。哎呀，温暖就不用了，咱这个疗养院供暖挺好。那啥，你慰问品啥时候送的呀？ 你谁是小王啊？我是你，谁来慰问我们的吧？是，请进。快来，东西放下。啊，那个来，表示欢迎。欢迎，谢谢。那行，那个你赶紧喊人叫出来吧，因为我今天下午有5个地方要慰问，很忙啊。人都在的。不是老人呢？你这一个老人也没有啊？ 你搞错了，这不是敬老院，这是疗养院，就是都在。疗养院，对，啊，哦，那个，嗯，挺年轻啊，那个，可惜了，不可惜，你要坚强，哦吼哦吼，还挺幽默，那个是这样的啊。我希望大家以后呢都能有对生活有信心，是吧？社会上有很多像我们这样的好人呢，都在关心着大家，是吧？啊，大家不要因为残疾了就对生活自暴自弃了。什么玩意儿？那单位的，怎么的拎点东西，一会儿还干残呢？还<笑>我搞错了啊！你们俩好踏实那什么，是吧？怎么样，出去练练吗？啊，不是，啊，搞错了，不是小王，这怎么回事啊？ 我这是慰问，你这没有老人，也没有残疾人。你说你这不下耽误功夫吗？我这临下午还有好几个地方要慰问呢，这是你把东西给我吧，东西我拿走了，我下午还要完成任务呢。什么玩意儿啊？送完了还往回要的？你这是玩赖呀、啊？你这是啊？怎么回事？哎哎，怎么回事？你这慰问品呢，就别拿了，到哪儿慰问不是慰问呢？嗯，是好，那我也不能白来一趟是吧？啊，请坐啊，好。 那你们这一般是怎么慰问的呢？啊，剪头、洗脚、掏耳朵，嗯，你们这干洗浴的吗？什么洗浴？这是人家服务项目。对，那个免费服务，任选一项。剪头。啊，剪头，那剪谁的？剪我的。那个小王，你帮我拍点照片，我回去好交任务，好不好？啊，好。那个，来，阿丽，蕾蕾。 来，阿丽，配合一下，来。来，一百齐。哎，好，来换一个造型啊！来，一二三，好。<笑>那个，现在还缺一张，就是我要走了，你们那个依依不舍的那种感觉的。啊，这个脸脸擅长，来，脸脸。哎呀，你哪就那么让你走啊？ 不是我听着是有点吓人，哎，脸脸啊，听着害怕，他害怕，你换点词儿。太感谢你了，你就别走了。哎哎哎，我发现了，不是那个词儿的问题，是调的问题，你换吧。啊，算，就这么地吧。那个，我还赶时间，那我先走了啊。哎，相机，相机。嗯，好，谢谢你啊，小王。好好好。老宁啊。 你说就为了那么点慰问品，你瞧把我们仨折腾的，都折腾屁了，折腾屁了。屁了！你这这这这不是慰问品？那各位，你不好意思啊，你们这儿太偏僻了，我还要慰问5个地方，所以有点来不及了。要不我在你们这儿再慰问一次？啊！慢走，慢走，慢走！大爷，要健康啊！ 哎呦，哎呦，你们那群问题问的小伙子太好了，我呀要向天再借五百，大爷保重身体，谢谢，我太感动了，我现在是感动的老泪纵横啊。 大爷，要幸福啊！握个手。小雨，小雨啊！大娘，您多大了？留个电话吧。哎呀，你这说的让我太有自信了，让我有一种老后开花的感觉呀！啊，那个你们啊，要对生活有信心啊。
那个我们这些好人呢，没有忘记你们。接下来选择服务吧，你们是要剪头、洗脚还是掏耳朵？那个别选了，别选了，子东大爷，子东大爷，我待会儿给你剪头啊。你这样，你准备一下，待会儿我给你掏耳朵。你把鞋脱了，待会儿给你洗脚。不洗了，不洗了。哎呀，我这……别走，你别走，我待会儿给你按摩。我上厕所去。不是，你别走啊！哎呀，来，剪头了。妈呀，这死了还给剪头呢？这死了还剪啊？这帮慰问的呀，不能让他们抠耳朵啊！是我抠的呀，耳朵都聋了，听不见啊！听啊，都。这帮慰问的呀，这进来一个给我做发型，来一个就要给我做发型，这发胶喷的我脸都硬了。差不多就行了，这帮慰问的呀，脚都给我洗秃噜皮了，哎。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，咱们疗养院被慰问的照片放到网上以后反应强烈，现在外边有12个慰问团都在那排队等着慰问咱们的。来吧，我想你啊。干啥呀？慰问挺不挺好的吗？别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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